看看新闻网。再见了，这个世界。我靠，我打火机呢？六年磨一剑，此次深受观众喜爱的开心麻花团队联手春晚小品《服不服》导演再度打造爆笑。4月25日到27日，5月14日到18日，话剧《小丑爱美丽》将在上海再度席卷欢乐票房。新闻在线综合报道。